去卡嘿比去比 It's like a firewall还是给人一种可爱、活力、青春、应援的感觉，但是因为我们队比较一点点不一样，是我们的名字是 Formosa Sexy， 所以我们还是有性感的元素在里面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希望说这首歌还是可以活力之外，又要带一点性感。最后一个问题很重要哈，你们六位有被我们的选手那个要电话吗？加 LINE 吗？我们唯一一个就是有我们的联络方式的，就是只有嘎嘎教官。为什么？就是来，请我们的选手上台，跟啦啦队站在一起。嘎嘎，为什么你有？没有，因为他们刚刚表演的这首单曲是我帮他们配唱的。我配上制作啊，对对对，没有跟他们要联络方式，只是就是大家有互相追踪而已。对对，有追踪，有追踪啊，是。这里面谁是啊？没有。好，那么在这边先请我们的 Sexy Girls 回到你们的这个陪审区，谢谢。Friday。